你小小个，譬如你早啲去学投资，嗰、那个钱虽然系少噶嘛，但系你有嘅系咩？你时间长啊！你20岁开始投资，同啲人可能50、60岁开始投资系争好远噶嘛。因为嗰个复式效应，哪怕系少到1-2千蚊或者几百蚊都好啦，每个月储啲买买啊嘛，你过咗15年后之后，个钱就好大噶咯。